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明星边缘》，熊林潘和荒漠，我们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的《末日模组生存》的第六期视频。荒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哎呀，我这全屏了。嗯，怎么了？我靠，有毒！我看看你发生了什么。哎呀，荒漠他是在看风景吗？哦，不是，扫雷 APP 按键出错了。按键出错了。好，那不管我的事了。不过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今天呢一开局的话，手里是拿了一把散弹枪啊。这把枪的名字叫做恩菲尔德，听起来这个名字非常酷炫，对吧？啊，但是这把枪的威力同样也大，是吧？那所以说现在荒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。我手里拿了一把猎枪，他现在敌不过我的，是吧？所以说我现在是很强起来。但是荒漠手里呢也有三把枪，三把手枪啊，但是他没有像我这么一样大的大枪啊。这把枪的体格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，这是一把大枪啊，比之前的手枪威力要大得多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我跟荒漠同样也是一样啊，要出去探险。因为在这个世界末日里面呢，最有意思的是就是出去探险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好宝贝啊。那么这把散弹枪也是在录视频之前啊找到的一把散弹枪，我们今天再出去探险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到 AK47 这种枪。 AK47 的话比这把枪厉害的要多啊，而且 AK47 的子弹载弹量特别的高啊，所以说我们要早点找到 AK47。荒梦，你要不要吃一个？我不想给你吃，啊、你自己去做吧，我不给你吃。嗯，你追得上我吗？追不上，拜拜，再见。哦呀，我的天哪，又渴了，开始渴了，我的天哪！别忘了我有枪，我跟你说，后面给你崩一下，你就知道错了。大哥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崩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崩。我这边不是开始和平吗？我看到，哇、哦，居然是和平模式啊！怎么变成和平了？荒梦，你才不要来，大哥，别打，别打，快跑！荒梦想来打我，渴了，我吃。渴死你得了，荒梦！不行，我得先回个家的。Motherfucker！ 荒梦现在已经是没有饮料了。那我身上的话，饮料也不多，好像只有一瓶啤酒了。我的天哪！上期视频已经把那个叫什么白酒都喝完了，我热啊！所以说现在身上只有一瓶啤酒。你把这个雨关一下，这个雨感觉好碍眼。没事啊，反正我们有开光眼，这个雨还行。在这个下雨天出去探险还是不错的。哇，这边有个好大的矿洞，不过这个矿洞并不是能啊，就是并不是一个可以拦住我的一个那、东西啊。因为我要是在这边矿洞里面冒险的话，等会儿要万一渴了的话，没有东西喝了。所以说我现在赶紧要去找那些资源。我得先做好死的准备，我靠！你必须死，快死了。嗯，真的快死了！因为一旦渴了之后啊，那就是必死啊！看幻梦脱水而死，所以说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，对比较恐怖。所以说，你要像幻梦这样没有水的人啊，那只能死了。所以说，我要赶紧找到水资源啊，不能像幻梦一样蠢啊，已经被渴死了啊！这是有多么笨啊！而且，丑娃，我们现在都要小心点，我们现在被僵尸摸一刀就得死。对啊，我们现在我不会被摸死，不过我为什么不会摸死呢？大家肯定非常好奇，对吧？因为我强啊，我这个枪法这么骚，我怎么会死？我能像荒漠似的被枪尸摸死吗？哼，真是的，我也卡着了吧？我靠，卡住了，我。扫的一批啊，只有菜的人才会卡。No fuck you！ 像我之前用手枪，我都可以玩的这么淋漓尽致，不要说这把大枪了，拿这把大枪，我简直是天下无敌。所以说，没有僵尸可以啥伤害到我啊！只有荒梦这样的菜鸡才会被僵尸打死很多次。我的天哪，差点又掉到这个矿洞里了。哎，荒梦，这是上次我明明是被你给打死的嘛？呜、哦，差点掉下去了。荒梦，我又找到了上次这个大矿洞，要不要进来玩一下？我先卡住了，我先卡住了。那好吧，TP我也没用啊。而且这个矿洞不是上次那个大矿洞了，变了一个矿洞。不过荒漠，你现在可以重登下游戏也是可以的，你试试也行。现在网络好像有点恢复了。好，恢复就行。好，恢复了，恢复了。你也出去探下险，不然等会儿我可没有水给你喝啊。我这边水比较少。我必须得出去探险了啊。啊，你不出去探险，等会儿真的没有东西吃了。而且你出去探险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一个东西啊。你上应该有羽毛，你做一个短跑运动员食品。嗯 ，OK。羽毛？我没羽毛身上。我又开始渴了，天哪！我要赶紧找到水源。这个渴的是真的快啊！好，喝一瓶啤酒，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啊！前面有一个差不多，带点这些东西。嗯，行，那我要赶紧去找到水了。如果找到水比较多的话，可以给你分一点啊。可是这个在这个世界末日中，哪有什么多少资源啊？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去。那么活下来的人究竟是谁？我们拭目以待。突然感觉我好像在解说什么大片一样，扫的一逼啊！我的天哪，不知道这个资源里面有没有刷新？这个是以前我来过的地方。有没有发现晚上了？嗯，我去探个险的。我这边只有空的橘子汽水，还有空的酒瓶。天哪，这个完了，出事了！荒漠，快找水资源了！我可不想在外面被渴死啊！这个，快找！丑八，你是往哪个方向跑的？我就是一直往前跑，我也不知道往哪跑的。我来试一下这一枪能不能打死这个僵尸。去死吧！我的天哪，这个枪的威力好大呀！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枪的声音。我虽然说捡到了这把枪，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试过这个子弹的音效，因为我想在视频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枪支一枪崩死，天哪，这个威力大的一批。当然，我能一枪崩死这个。我得刷新没有。啊，行，我当能崩死这个僵尸呢，完全是因为我的枪法比较准，可以爆头啊。这个枪的话是也需要爆头才能打出比较高的伤害，也就是说我的实力比较强喽。你去死吧，兄弟！看不爆头的话只能打出八滴血的伤害，那么爆头的话伤害就更高了。而且这个枪比手枪的子弹要多啊。而且我手里的话已经有两个弹夹，所以说不用担心子弹用完。嗯，就是兄弟，我没打着，浪费了一颗子弹，可恶啊！好 ，OK， 这一枪打到了爆头，那继续啊。既然来了一个爆头，那就来个双杀。哎，我去，没。
没成功，我操！哇，不你妹！好激情啊！完犊子了，出事了！我这个枪已经空了好几枪了，这个狗，换下子弹。我你妹！这一只僵尸都没遇到。我这个僵尸，这个僵尸太恐怖了！这个僵尸快跑快跑！我这又来一只僵尸，我靠，又浪费了一颗子弹。你妹！好 ，OK， 现在我可以成功的跑了啊！这一下浪费了好多个子弹，所以说人在紧张的时候是最可怕，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一旦在紧张的时候，子弹都打不准，天哪，就像我刚才一样，我靠，简直是辣眼睛啊！子弹都打不到人了啊，太可怕！好，我先吃下熟的马铃薯，补充一下饥饿值。前面有两个小房子，而现在雨已经停了，但是我的身体呢也是慢慢的快要渴了。一旦我的身体开始渴了之后，我就要被渴死了，所以说赶紧找到水才行。两个城堡啊，前面那边还有一个啊，就希望这个里面会有一些资源之类的东西吧，不然的话我真的要被渴死了，这样就真的很尴尬了啊！我可不想死，我可是，你妹能不能不要躲我的子弹？给我来一个，来一个爆头啊！僵尸，僵尸，我靠！哎哎啊哈哈哈哈，这就是渣渣的实力，果然跟我这种主角是没法比的。哎，我装备全没了，我开始渴了，慌吗？救命啊！哇，好多血袋啤酒 ，nice， 有啤酒喝了，漂亮。好，把啤酒喝一下。那这边的话有两个空的东西啊，空的一个瓶子，里面什么都没有啊。那看来我比幻梦要幸运一些，能遇到资源，而且同时呢也不会被僵尸给抓到啊。而幻梦这个菜鸡就不一样了，总是会出事翻车之类的。好，这边又来了一只丧尸，不好意思，一枪你就可以去死了，这才叫真正的实力，这才叫真正的男人。好，得了一个罐头汤啊，罐头汤应该是吃的啊，应该不是喝的。好，带着点资源我就可以出发了，我们去找另一个城堡，前面还有一个城堡。这个就尴尬了，刚才只喝了一瓶啤酒，所以说我现在还是会渴啊！啊，幻梦这个菜鸡他啥都没有，这就是真正的男人和一个真正的渣渣啊，我们之间的区别哈哈哈哈啊！幻梦，你现在装备找到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跑得那么远，我现在突然还有僵尸守着，突然好想嘲笑你啊！为什么这就是啊？你生存的真的给力，兄弟，真的，你不去做点那个奔跑的这个运动员的食品啊，你就很难。没有那个羽毛。杀鸡，像我昨天在那个什么路上遇到了好几只鸡，杀了之后有这个羽毛。哎，我大黑又掉来了，我讨厌。哇，这边来的是丧尸。好，完了，玩这个游戏我每次一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感觉很晕。我天哪，这边只有土豆和铁钉，这个就很恐怖了。好，前面的话好像又有这个哇城堡和这个房子了啊。不过我这边的话可以在树上走路啊，跳到树上，嘿，跳。我天哪，要被摔死。好多的丧尸。要被摔死，我感觉我自己在跑酷。啊呀，洗吧，要死。哇，跑酷跑酷，我的天，我要被摔死了吗？哦，我要被摔死，热狗，我要被摔死，真的是。来，血袋不能对自己用，不能给自己补血。不过现在的话，我现在已经是非常渴了，所以说我要赶紧找到水资源，我赶紧跳到旁边。哎，我的天，我差点摔死了，天哪，太恐怖了。那么从树上跳下来，你有体验过那种感觉吗？现在咱们这样的血量啊，在树上跳下来都会被摔得很惨啊，所以说不能掉下来从树上。好，前面又找到了一个房子。哎，幻梦，你现在是不是非常羡慕我啊？啊，好多好多的资源等着我来收割。不过现在我身上连一瓶水都没有啊，太恐怖了。我把你 game 崩了，靠！骚气，这才是真正的菜鸡。哇，幻梦，其实幻梦这期也来录视频，因为他也想更新视频啊。但是幻梦哪有我这么幸运啊？他直接妈的录视频的全崩了，骚气，游戏也崩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游戏没崩。厉害了，不过这边的话啊，我又开始渴了，完蛋！这他妈我现在不该嘲笑，我不该嘲笑幻梦，幻梦大哥，我错了，不能死啊！天哪，我要出事了，翻车了，这个老司机翻车了，去死吧，丧尸！天哪，不是我吃都没捡回来，我日！哇哦哇哦哇哦！天哪，出事了，我要死在家里，哇，好痛啊！他妈的，林凡脱水而死，讨厌的一批啊！真的恨着林凡脱水而死，看到了，在这个世界末日里面，最恐怖的就是他妈的被渴死。很需要一些水来喝，所以说这个水的话平时根本都搞不够喝的，是个非常蛋疼的事情。不过我也是在这种末日之中啊，强行秀了一波自己的枪法啊，只是有时候紧张打不着人啊。所以说这边的话我拿两把枪在手里，吃的了、啊、一把散弹枪，我操，我吃的不见了，我尴尬。我从你那边偷了很多吃的，所以说我现在身上最多的就是吃的。不过在世界末日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吃的，而是喝的。喝的是最主要的。哎呀天哪，喝的是一个非常蛋疼的事情，动不动就会渴，动不动就会渴，你要去找很多的资源才能给自己这个得到足够的这个水资源啊，非常蛋疼。那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把枪，马卡洛夫啊、雷明顿啊以及恩菲尔德还有格洛克时期啊，这其中有大部分的枪我们都获得了。那么最强的这把枪肯定是 AK47 啊，是一把这个就是那个 AK41 是什么样的枪来着，不强，一瓶伏特加，哇，有喝的了，你有喝的了，真的我也要赶紧去找，不行，我不能在里面墨迹下去了，因为幻梦都已经有喝的了，我现在真的是啥都没有啊，我现在身上一瓶喝的都没有，我的天哪，
现在我又开始骑这瓶水能喝三次，伏特加。天哪，我现在都开始羡慕幻梦了，日了狗。好，那我要赶紧去找水了。那不过在找水之前，我要先做一个东西啊，那就是咱们的。楚凡，你说这个峡谷像不像上次那个峡谷？你找到峡谷了吗？我找到一个大峡谷。嗯，不错不错，表扬下你。等会儿我过去啊，我可等会儿这次不能再犯那个毛病了，就是说把你 TP 到我这里来就完蛋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用精力围成一圈啊，然后航空系统精力围成一圈。哇。放上我的糖啊，我可以。哇，这个大峡谷好大，真的好像我们上次那个峡谷。哇，选做了两个，嗯，大峡谷啊，我也要过去看看啊。那个大峡谷里面有没有那个什么那个矿坑呢？有没有？矿坑好像没有，这应该是我们第一个遇到的峡谷。啥的？好，那我现在已经做够了，把所有的羽毛都做成了这个短跑运动员食品了。我这边呢，赶紧吃一个。那吃完之后呢，我就赶紧立马来。嗯，还有铁，有铁好多。嗯，幻梦啊，那我就是 TP 到幻梦身边啊，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一段删掉。OK， 好，那我现在到了幻梦的身边，然后这边的话，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曾经来过啊？热狗这个地方，我总感觉你又要把我 TP 过去的感觉，没有，就卡住了我。我已经到你的身边了，咱们跳下去吧，幻梦，你别打到我了啊，就跳下去吧。我卡了一下，我这个不是上次的那个矿洞，上次矿洞比这个大，而且前面有一个房子，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，幻梦？前面房子。啊、没有去过吗？我看到你人了。啊，我好像没有去过、那个，好像没有去过。那我这边找一下那个房子里面有没有一些水之类的东西。我现在非常需要水。有没有吃的？我看看有没有吃的。我已经快饿死了。这个地方已经被你打开过了，这边有猪排，你要吗？上次我偷了你的几个饼干，你要不要吃饼干？我的天哪，你人呢？我刚才一死，然后一组的饼干就没了。来，我在你旁边。哇，你在我旁边？哪里，小伙子？这里，哦、这里。好，那给你分一点。饼干，这你的饼干全部还给你，走，那我自己去找、哦、找资源了啊！在这个世界末日里面，我可不能照顾你啊！我们俩只是啊，只是那个什么啊，吃的了，只是啊，互相扶持一下啊！但是我并不能一直帮助你，我一直帮助你，等会儿我死了该怎么办？好，这边又有一个房子，看房子里面有没有水资源啊！在世界末日里面死了有死亡坐标点传送啊！我踩的一逼，前面又有一个村庄啊，不是又有一个房子，看房子里面有什么宝贝没有？我这个奔跑村庄啊，我这个奔跑速度已经极其的快了，但是还是不够快啊，因为这个速度呢啊，感觉想找到一个房子还是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房子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资源啊，打开一下，里面看到了一个，哇，橘子汽水，看来这个里面的资源果然是会刷新。这个房子你只要把里面东西全部拿完了之后呢，这个箱子呢会自动的按时刷新，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不过这边的话我就先进到，哎，这个村庄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被熊过，看，哎，这个村庄里果然是被熊过了，但是我要去看看铁匠铺里面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宝贝，因为铁匠铺里面也会有一些什么资源之类的。好，我们进一下这个铁匠铺啊、嗯。铁匠铺的话里面有，哇，有一瓶空的啤酒，哎，如果这个啤酒可以灌满就好了，可惜没有办法灌满。好，前面还有一个村庄，后面这个地方应该离家没有多远是吧？离家好像没有多远的。嗯，好，那这个村庄应该，这个房子里面应该没有来过。哎，家里的坐标点我也找不到了，全是空的。如果不是空的该有多好，天哪，真的是太恐怖了。我身上只剩下了一瓶橘子汽水，看来现在想活下去是非常的艰难了，只有活下去才能看到希望，只有活下去才能看见未来。天哪，这是哪？我的天，不是，我前面好像看到一个人影，不知道是不是。哇塞，吓我一跳，你妹的，天哪，太恐怖了，去死吧。嗯，非常的一枪爆头。找到村庄了，我找到村庄了，应该是你在的村庄。一枪爆头，哼，我的枪法。这不是被我熊过的那村庄吗？我可是枪神，去死吧。我来试试。我换子弹，长时间按住六键了吗 ？OK， 换了一下子弹，打中一枪，哇，好卡！枪神，枪神，去死吧！枪枪爆头，还有谁？你们这些僵尸！我可是这个世界的霸主。好，僵尸是吧？一群僵尸又如何？世界末日又怎么样？我一枪一个，子弹了，一枪一个，一枪一个，去死吧！我的，哎哎哎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又交船！救命啊！小白灯！啊、哦，抗生素 ，OK， 我把自己救了回来啊！哇，这还一只，幸亏我没死。那刚才我那个这个激动的吼叫，大家可以无视掉啊，因为我刚才被僵尸摸了一下啊，所以说我刚才身上中了一种尸毒。不过刚才幸亏我在翻箱子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抗生素啊，所以说啊，救了我的一条狗命啊！不，我不能叫狗命、啊，一条狗命，不愧是我这叫宝贵的人命啊！我不小心把自己当成狗了，我的天哪！啊，哎，等会儿掉来了啊，太可怕了。不过我不知道小秋现在在不在语音里啊，小秋，哎，找到一瓶可乐 ，nice。小秋，小秋，骚秋来说个话的，哎不，
空的罐头酱菜，空的啤酒，一瓶伏特加还是空的，是不是你找的宝贝了？ 你留的垃圾。惩罚你跟智障。哦，小秋，哎，小秋是我们群里的一个妹子，刚才她来歪歪听我们说话来着啊，小秋真乖啊。啊，等会儿在视频前的弹幕，我现在都能感觉到那个弹幕上面刷什么了。凡哥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小秋有一腿啊？天哪，你们实在是太能想象了。抛弃了胡胡，啊，各种这种弹幕我估计都是这样刷。今天胡胡生我的气了来着，今天胡胡啊特别生气啊，不好一枪就死啊。小姑娘可能都很喜欢生气，热狗。格洛克时期，好，我要赶紧开始去找前面的资源了啊！这边先跳过来。哎，我又找到一个堡垒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的。扫的一批，好，我找找啊，找找这个附近有没有。哇，这边又有一只丧尸，不好意思，丧尸。这附近僵尸有点。跳起来也这样爆你的头，我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枪神的力量啊！跳起来照样爆头，大家一定要不要误解啊！就不是说凡哥，哎，你这个枪肯定是一枪能打死一个僵尸，其实并不是这样。如果 不能的，一枪只有六滴血，真的，对，没打中的话。所以说你要想杀掉一只僵尸的话，你必须打得准。所以说我只要能把一枪僵尸打死啊，就是一枪打死的话，只能说明我的枪法比较准。能够爆头，所以说大家可以不要学我说我也一枪能打死，你得爆头才行，是吧？马卡洛夫，你又得到了一把小枪是吧？我刚用废掉一把马卡洛夫，又来一把爆头啊！我的天哪，刚出 MB 啊，这一枪两个，我的天，没子弹了，这个狗还想装逼来着，这个僵尸，来我一枪两个，哇，好多僵尸，我得先撤。天哪，怎么老是不让我装逼？不过我们家在哪来着？找不到了，我找不到家，待会我 TP 你也行啊。嗯，不过这边的话，我得先找，哇，这边又有一个。房子好，那这里面的话有啤酒，我身上已经有三瓶，对，就三瓶，天哪，太可怕了，三瓶水了。那现在的话已经是足够我喝了啊，三瓶水和幻梦那个渣渣比起来，我只有一瓶伏特加啊，你的一瓶伏特加也算是可以的，也抵三瓶了，也抵三瓶了。对，伏特加是最好的，虽然说他喝了之后会让人晕啊，虽然说他喝了之后会喝醉啊，但是伏特加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饮料啊，至少啊滑而不实啊，实而不滑啊，乱七八糟的，反正就是伏特加很精致。你扯起成语来就感觉怪怪的。这我这样显得知识渊博吗？是不是？真的是你这是在看不起我啊？好，我去找一下。不是又一个村庄，我。哇，你的运气真的好啊！等等，有个僵尸，我这蹦不出去了，蹦不出去了，好，出来！哎，怎么打不出去？哇，哎，大哥，我好像已经到了以前我们来过的地方。哇，这边是以前我们来过的地方。我的天，好，这边有一很多丧尸。我靠，这一卡我就一慌，然后这子弹就好废啊 ！God man， 去死吧，兄弟！你在搞事情！我跟你说，一枪要你的丧尸命，你去死吧，哥们儿！我天哪，我不爆头了，我感到很渴，我先喝口。跑起来呀！快跑起来！快跑起来！跑起来！快跑起来！哇！别追我！好恐怖啊！别追我！这些丧尸真的好恐怖。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生存一下试试啊！就是说，有时候呢，你不光要躲着僵尸，有时候你还要跟他们对战啊！所以说，有时候还是很费劲儿。我看一下这个村庄里面有没有什么宝贝啊？进去看看。这个村庄应该是这伏特加真不能喝，一喝就好晕。对啊，然后哎，这个村庄应该是我在第一期视频里面遇到的那个村庄。我去看看那个里面有没有资源刷新啊？我可以去找找啊。哦、好晕。我这边有很多的丧尸、哦、终于结束了，我不敢再喝这伏特加了，一喝就晕。对啊，所以说我也是不想喝。我这个村庄里面有很多残体的丧尸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丧尸啊，他们的身体呢断了一半，看到没有，还能看到骨头，他们的身体被砍成了两半，但是他们还能活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恶心？但是啊，我并不怕他们，因为我的枪可以枪枪爆头，哎，所以说他们再来我也不会怕他们啊，一枪一个。我去铁匠铺看看有没有什么宝贝。奔过来，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也要找找啊。好，这个村庄里什么都没有啊，幻梦啊，天哪，你现在有、哦、吓死了，你现在有几把枪了，幻梦？我想知道。格洛克时期又找到一把，我的漂亮，牛逼，好样的，等会儿要交给你的手枪，蘑菇包，饶你不死，一瓶伏特加 AK74U 的弹夹，我靠，弹夹，我还以为你找到了 AK74 呢，真的是，哎。AK74 哪有那么容易好找啊，是吧？嗯 ，AK74 跟大家说一下，它的载弹量整整达到了30多发，所以说拿那把枪之后，你可以啊，就是连射30多发子弹。天哪，他那种感觉爽的一批。而且我的家里呢，我藏了2把 AK74 的弹夹，都是之前录视频的时候找到的。我现在，而且我现在这里还有一个，一共3个了，一个。对，弹夹，我也就是说我们一共有100多发子弹啊，真的是骚的一批。嗯，我差点摔死，我操！我的嘴巴有点干啊、嗯。不过今天这一视频呢，我们也是获得了足够的资源，获得了一把散弹枪啊，这把恩菲尔德比之前的手枪威力要大很多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是知道。不过我的恩菲尔德子弹好像已经用光了，这是一个比较蛋疼的事情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一视频呢，也录的是差不多了啊。那我跟幻梦呢，收获也是颇丰。那、这边的话我可以，你用光了几把枪啊？我已经用光了3把了。三把，我你已经打发了3发子弹嘛？我差不多已经打光了4发子弹。荒漠先把你 TP 回来吧，行吗？可以可以。
我用光了四发子弹啊，幻梦用完了三发。不过我们这些今天一天已经杀了多少只僵尸，但是我没有数过啊，大家可以帮我数一下技术君啊。不过你们也数不过来，也没有哪个人会闲到去数我们杀了几只僵尸啊。反正今天杀的是挺多的，枪枪爆头。那这边的话，我换一下子弹。我关键 KM 崩掉之前，我好一直在杀僵尸。我没有子弹了，天哪，这个这简直说这幻梦库，我好像一发子弹都没有了，不光是拿把枪啊，就是拿把枪都没子弹了，我的天哪！我这个那你今天杀的是有多少啊？啊，不过我又捡到两把新枪。嗯，我还有一把马卡洛夫。幻梦，看着我，幻梦。嗯，干什么？举起手来，撞出你的枪，不杀。举起手来，举起手来，你别吓人。啊，咱们俩互相。举起手来，你别打到我了，这个梗，你要打到我，我跟你说，我搞事情。那你必死无疑了，打到。交枪不杀。看到匕首没有？交枪不杀，咱们在这自己浪费子弹，这样真的好吗？我靠，扫的一批，无所谓了，再找吧，是吧？啊，行，那我们家里的话，应该也是有不少的这个这个弹夹。你看，比如说 AK74U 啊，还有这个双管猎枪啊。我把这个 AK74U 的放进去。嗯，不过今天我们是只获得了一把新的枪，只是获得了这把恩菲尔的这把枪。来，这个给你吃，这个给你吃。毒马铃薯，你要毒死我！赶紧吃，这混蛋！没事，毒只有最后一滴血。去死吧！我才不吃呢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呢，也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。看我喝光了多少东西？我们已经用光了我们所有的子弹弹夹啊！但是今天的收获也是颇丰 啊！那下期视频我们再见啊！今天的视频也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啊！